只有他了。别怪替他，我还没死呢。我想吃他做的面了，怎么了？不行啊？喂，上啊！啊，No problem。我叫江口龙一，我今天来是以武会友，希望贵校能有高手出来切磋切磋。还有人吗？来了。今天出了个小插曲啊，不过有惊无险啊，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英雄武校，高剑捍卫了我们英雄武校的尊严呐。说正经事儿啊，在新的一年啊，我们学校取得了开门红，招收了不少留学生啊，也标志着我们学校在这个国际化名校的方面又迈进了一步。还是我说吧，老师们呐，啊，眼下这留学生3月就走了8个，你们说说，这是咋回事？嫌我们课程不科学？胡说八道。嫌我们不教真功夫？哼，好高骛远。嫌我们管理太落后？乱弹琴。慢慢说。老师们呀，如果再这样下去，咱们的留学生走光了，那英雄武校可就变成狗熊了。你们想想该咋办？好了，好了，好了，都回去给我做检讨啊！散会。我就这么定了。老婆子，咱那个号啊，还中，可就那臭脾气，他改不了。你说？他咋就这么犟嘞？哎。
想好了没有？你要是不愿意去，我去。你是要面子呢，还是要血性？行了，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我去了啊。中喜，中喜何必？ 李叔，吓死我了！生意怎么样？还那样。李叔，这钱啊，我一定还。哎，谁问你这个了？哎呀，现在学校留学生闹事，都说不是你交，人家就退学。你看咋办？ 李叔，这钱我一定还给你啊！你看看，我看啊，你爹这次啊是过不去了。留学生要是真走光了，他那面子往哪搁？学校的名誉怎么办？你看你说的头发都成炸了。李叔，以前你的头也那样。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我好不容易让你爹同意了，你这就拿上架子。他同意，我还没同意呢。你，那你换钱，换我的钱，换，现在就换。我还说让拜介给你当翻译呢。 白姐，我怎么听说你要去给高健当翻译了？谁说的？学校都传开了，你还不知道？给他当翻译，休闲。就是，赏你还不够啊？你个静安变心丸啊！高健那人特不靠谱，想想你们当初订婚的时候。行了，别说了，洗你的衣服去。嗯。 来，闺女，喝茶。谢谢李叔。李叔，这事儿真的不行。校长，这事儿真的没商量。您也理解我一下。我跟您这么说吧，任何教练都可以。 但就是他不行。哎，来，闺女，来吃汤。哎呀，白姐，白老师，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个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还记仇啊？哎，你全当是这样，帮助你干爹，啊？ 这还不行，对对对对对对，姑娘，就算跟帮我的忙啊，咱不算他啊。要么这样，你先顶替几天，过几天我换人。对对对对对，总部，你李叔说的对，你呀，先帮几天忙，好不好？来，尝一尝。 这是我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来，吃汤。您说的，就几天。啊，我说的，就几天。哎 ，come here。 Hey, everybody. My name is 高健。呀呀呀呀！别闹情绪啊，好好的向他们介绍一下我，越神越好啊。
你自己说呗。他们都有中文基础，而且也来这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要显得正式一点吧？快点，快点啊！Okay, everybody. This is Mr. Gao. Yeah. Hi, Mr. Gao. Hi, hi. Your new coach. Yeah. 完了，不是，给我忘了。继续。Oh, by the way. Yeah. As you all see. Yeah. He's a man. Yeah. I'm men. Okay. 今天是我第一次给你们上课。Today, we're gonna start our first lesson. Yeah. 首先我要问你们一个 question. Question. 咱知道 ，question. 啊 ，Why did you come here to learn the 功夫？这是高健的教学计划，你看看。你看，还不是原来他那套？什么瑜伽呀，还有氧健身操。你看，这还有肚皮舞的，这像什么话吗？咱们这是武校，不是健身馆。你别老不相信年轻人嘛，让他试一试，又咋了？行了吧，从小你就向着他。你说，他这次开面馆的钱，是不是你给的？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就向着他了。咋了？من ارده جواز ساده از ایران اومدم کوین فای یاد بگیرم. I'm Kai from Germany. I want to be strong enough for revenge. انی شمول ششتر مدینت اسرائیل سمخه باکا. Thomas de Prince, je vais prendre ma revanche contre mon prof de sport. I'm Michel from France. I want to learn kung fu so I can fly and break some boards. Je suis français et je pratique pour défoncer des gueules. Yo, I'm making me to China. Wow, kung fu.体強くするため、コンフーやりたいです。Je viens du Canada et j'utilise le kung fu pour être plus fort. 想当李小龙的有四个，想复仇的有三个，想开武馆的有两个。OK。你像我这样抓着自己的 hair。OK。Yeah, 请把自己摆离地面。喂。Try not touching the floor with your feet. Okay. Teacher, why are you doing this? 我们不是在幼儿园。I know. 所以。这样是 impossible. Forget it. You know? 教歌种地，前世免进，咱都成闲人了。走吧。Thank you, teacher. It's okay.哎，班姐。哎，白姐，白姐，怎么样？我这第一堂课，够酷的吧？对不起，我没兴趣听你的冷幽默。哎，白姐，我那个回锅肉的手艺啊，最近大涨，要不然我今天请你吃个饭吧？回锅肉？啊。你以为什么都可以回锅吗？喂，谁呀？露西，露西啊！哎，我是。
啊，是吧？啊，你都下飞机了？哎，对对对对，就是英雄武校，啊。No problem。瞧瞧瞧瞧。So happy to see you. Me too, me too, me too. 路上还 OK 吧？哎，来，等一下，等一下。This is Michael. 一个朋友 ，Michael. This is Gao Jian. He's the kung fu teacher at Sun Yibao, the one who taught me everything I know about kung fu. Yeah. Hello, hello, hello. You look very hip hop. Yeah, he's good. Yeah. Oh, very good. That's right. Oh yeah. Oh yeah. Wow. Oh, yeah. Good. You guys are awesome. Let's go. Yeah, come on. Hey, 呀，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哎，还是美国人，在啊，这儿呢？那当然了，看把你给美的！来了，正宗的河南烩面。来，尝啊 ，try。Together？ Yeah， 一口汉堡，一口面条啊，尝尝。Go ahead, try it, Michael. Gao Jian, you know, all this time, 我非想你了。I miss you too. Really? Yeah. Gao Jian! Gao 大教练，自从你打败那个日本人当了洋教头，兄弟还没有登门讨教，今天。特意前来拜访。不行，这个人就是个骗子。Hello。啥了你？咋样？你这胸口子当时练咋样了？哎呀，兄弟，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见过你。Hello。高健。可是跟你来说正事儿。还带这么多人啊？高健。去！哎呀，你先行！哎呀，你给我坐着吧你。啥事儿？哎呀，还是那件事儿，那个香港老板已经答应我了，马上给我投资5000万建一个国际少林功夫培训基地。哎，到那个时候，这登封所有的武校统统靠边。你想想，那时候你可都是总教头了呀。承蒙你抬爱，我呢没有那个命，你还是另找别人吧。啊，我跟你说，你给我坐着。你不是一直都想跟恁爹听头吗？这不看好是个机会。再说了，恁爹老了，不灵了。方正，我告诉你。就算我在大街上要饭，都不会跟你这种人合作。高健，你嘴巴干净点，去。高健，你可别给你脸不要脸啊！就是恁爹，
都不敢跟我这样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啊！去你的！我打不过你，打不过，大胆点！你打不着，赶紧往上啊！我打不过，大胆点！啊！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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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rtial arts is like pointing to the moon. The real beauty is the moon, not the pointing finger. The heart is the thing. I hope you guys understand it. Do you understand?Michael, what you say is, if I hit you and you use your water-like kung fu, you can defeat me? Well, sure. Huh, that's too funny. I want to give it a shot. Yeah, no problem.想打架，昨天打架的事儿学校都传开了。I agree. Time 拟定。What? Not right now.These Chinese people are bothers. We really have to learn from them. Why don't you go ask Obama? You should have thought about it before you got on the plane. Hey, German guys, watch out for your blood pressure. My blood pressure is very normal, guy. Keep it like that for 1 year. You got to be a normal. Chinese people have a saying. Ru xian sui shi. I'm going to the bathroom. Chinese people can make nice, luxurious palaces, but why can't they build nice and clean toilets? Wish me luck. Sure, fine. 去放睡觉。睡觉。美女。美女，嗯哼。Michael, what is your problem these days? You have such an attitude. And like every day you're trying to pick a fight with Gao Jian. I mean, how many classes have you been to? Hasn't shown us any real kung fu yet. I think he's just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If I had my chance, I'd get on his case too. Come on.喂，凯，凯 ，What's wrong？ 高 ，Why were we practicing running under this hot sun？ 我们是花钱学功夫来的，不是跑步的。跑步是基础。Understand? Basic. Basics. Basics. Yeah. You think I don't know basics, teacher? We come here to study a real kung fu. Yeah. You're right, King. We should let that push us around. 跟他说说呀。Please come with me. I will explain it to you. Please. You guys are being completely stupid. This is part of the basic training. As he said, that was the basic. I hope you understand it. No. Well, I think you should. I don't. 哎，怎么样了？
德国人太古板，怎么说都不听。喂，你们是想去学真功夫？功夫高手是怎么说来着？功夫 master。记起来了。我带你们去找一个功夫 master。Yeah。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就是真正的功夫高手。He looks like a clown. Michael, Chinese have a saying. The more ordinary looking a person, the more powerful they are. It is in vain to measure this water from the sea. Look at his body. Maybe he studied some golden shield form or iron body. Yeah, Michael. You ca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Look at his hands, guys. So dark. I guess he practiced legendary iron palm. Really? I think so, yeah. Noodles? Noodles? 高教练，这就是你说的功夫高手？当然了。Noodles, 一个煮面条的。别小看这一碗面条，其实中国功夫呢，并没有那么多的打打杀杀。中国功夫包含了很多的智慧，还有毅力啊，还有耐心。所以说，能煮好一碗简单的面条，那也是功夫。Chinese kung fu doesn't mean to fight each other. It is about the knowledge and the patience. So making noodles is like a kung fu. It's not that easy.Yeah, time is kung fu. 现在大家就可以吃了。我就纳了闷儿了，每天门口的垃圾桶里都扔着一束花，今天怎么就登堂入室啦？呀，哎，你不是不吃面吗？今天怎么突然吃起面来了？行了，你比我妈还烦。校长，您找我？你那个中西合璧的教学方法咋样了？挺好的，不信您打听打听去。我打听啥呀？啊，人家留学生都把你给告了。告了？谁告的？谁有意见？怎么，你还想打击报复？我哪敢呢？我站回来。你看你啊，都成啥样了？这是。还教课种地，闲人莫入。谁闲人呢？啊，你说谁是闲人呢？你以为你打败那日本人就了不起了？啊？那是你的真本事吗？那咋就不是我真本事？哼，小子，你还是好好想想吧。啊！
你吓死我了，露西。你应该知道，嗯，我来这里是 ，I came here because of you。啊 ，I know，I know。You know the 推手。啊，推手。你叫我。加克，加克。Okay, no problem. 嗯。お母さん、きっと成功しますよ。Come in, please. Michael. What is Lucy? She went to exercise. You are kidding? What is exercise she doing? Well, I'm not sure. Maybe she's with Coach Gao.心里有另外一个人。你们 ，Michael， Lucy， What are you doing？ Didn't we say dinner tonight together？ I didn't say yes。Is that you were with him？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who I spend my time with。Lucy， I sacrificed my study to follow you here。Here is to the horrible place。You cannot treat me this way， okay？Michael, you're free to make your own decisions. You decided to come here. Don't say you did it for me. Lucy. 哎，好了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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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Michael. 呀呀。哇哇哇。Michael. 起来啊，你不。Michael, Michael, Michael, Michael. Michael， 白老师，你怎么来了？你配做一个教练吗？你怎么可以打你的学生啊？我没打他呀。你正经点行不行？我怎么就不正经了？白姐 ，listen， 闭嘴！高姐，你真的就想一直这样下去吗？你功夫高，你就可以随便打人吗？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为了你的理想，你一声不吭去美国，我认了。你一年不跟我联系，我也认了。我爸妈那么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都始终站在你这边。可你呢？你去美国都学到什么了？你真的以为你就这么优秀，什么都行吗？
Michael, I'm really sorry that everything happened to you. Look, even though it was your idea and your decision, I'm sorry if you're here and you don't want to be. Lucy, I don't want to hear you sorr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farther away from Cao Qian. I hit him. I want to leave here. But because of you. Michael, you still don't get it, do you? Michael, I never thought of you as my boyfriend. Just as my really good friend. Can you accept that? And be mature about it? I just want you to be happy. I love you. The teacher's weird, huh? Yeah, man. I don't like him. Did he hurt you yesterday when you were... No, I'm okay. No problem. 看你那啥动作啊，高点！这啥嘛？抬高！喂！哎呀，让你练不好好练。哎，what are you doing? 走！你为什么打他？他是个孩子。告诉你，这学生是我的，你管不着。你这是监察人串，我要去叫校长控告你。。过来，站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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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it's okay， it's okay。Stop it， stop it， 别打了！鬼本不是杨千辉 ，stop， 苏梅有了，回来，回来，赶紧回来，回来！那都是几岁大的娃啊？爹妈娇惯的宝贝儿，那在家里头连一个手指头都不舍得碰。哦，送来让你打呀？打伤了咋办？打死了咋办啊？你提起老子都没法啊！哎，小张，你小张，我真的错了，别着急，快出去，你先出去吧，滚！哎呀，We can just forget about this. Yeah， 昨天 they beat him， today they're gonna beat some children. This is a wushu school. It's more like a concentration camp.You're right. We can't just let this go.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Maybe we can, like, report it to the principal or something. Yeah, they should have at least basic human rights at this school.现在情况呢，我们便知道了。这干什么的？咱们有话好说嘛。来，都起来，都起来。起来吧。抗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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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热天的，咱中暑了怎么办？啊？这个事情呢，我们学校也很重视。今天呢，跟导师大家来，向同学们赔礼道歉。来吧，来，大家高一下。咱们。给留学生同学们赔礼道歉，来。对不起。你们中国有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留学生就该不能忍。抗议！抗议！
干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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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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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是这样，这个打学生的教练我们已经处理了，我们保证以后再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了你们休息，影响了训练啊！好啊，就这样吧。干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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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力。Let me talk to them for a minute. 校长 we just want the school to know how upset we were with what we saw today. We need a valid explanation, or we will not stop protesting. 他们希望咱们做出合理的解释。合理？我们都解释了，我们也赔礼了，也道歉了。同学们，不要闹了，好不好？抗议！还有其他同学要上课呢。干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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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干干！干力！干干！干干干！抗议！哎呀，够了！抗议！来，不是那个教练打着你吗？你来打我！校长。打我！打我！打我！校长他年岁大了，有什么事找我，啊？打我得了。小贺，大棍儿，拿棍儿。打吧，狠点儿，狠点儿！打！呀！呀！怎么了？我可是校长的儿子，你们要不下手狠点儿的话，这些外国兄弟不会答应的。Right here, right now, okay? 高健 I'm sorry. We're all sorry. 校长，好啦，我知道啦，你们别担心了，我会照顾好自己。嗯，再见。哎，拜见。找我干什么？我是想为那天的事儿向你道歉的。那天吧，用不着。哎哎，白姐，我是一直想向你解释的。没有什么可解释的。你这脾气怎么还这么拗啊？
我真的是想回去好好养伤。俺不疼了。白姐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About what happened? There was no reason for you to get upset. You didn't even see what happened before you got there. That's not my point. It's true that I came here because of Gaudiet, and I want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him. But I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he really cares about. Listen, Gaudiet is my friend.I hope things work out with you too. And I hope we can be friends too. Thank you for telling me all this. I appreciate that.我发慈悲，我知道我有很多的错，可是就求求您，帮我把白姐给追回来吧！啊，求求了，求求了，求了！这挺灵验的，白老师，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您找我有事儿？昨天我态度不好，请你原谅。哎呀，算了吧，咱俩谁跟谁啊？啊？我是来向你告别的。告别？你去哪儿啊？法国。去留学。过几天就走。哎，你别吓我啊！我父母早就给我办好了，校长也早就知道。不是，你走了，我找谁翻译？你不是以前也去过美国吗？还老说 no problem， 他们的中文都挺好的，你们可以交流。你好好追求你的功夫梦吧。再见。喂，哎，白姐，就算你真的要走，你也提前告诉我吧。你就一点都不犹豫啊？犹豫？我为什么要犹豫？你曾经有过机会，可你根本就不在乎。都说了多少遍了，谁说我不在乎你啊？你在乎吗？我曾经那么爱你，可你呢？一走去了美国，音信全无，你连个背影都没有留给我。我应该怎么想？我父母又应该怎么想？在你看来，什么都是过眼云烟，你什么都不在乎，什么责任都不愿意承担。可我是个女人。我是个小心眼、爱嫉妒、爱虚荣的女人，我需要有人在乎我，我需要有人爱我。
为啥他们都不待见我啊？安杰、白介，还有那帮留学生。 收拾收拾吧，搬我那儿住去。你要是不愿意住我那儿呢，可以搬到教师宿舍去。不去。那天让你受委屈了，我知道了，你是为了咱学校好。哎，校长。 你也知道我这人脾气，我做什么事儿啊，都是图一个高兴。你啥时不再那么任性了啊？啥时变正经点儿？这不，我怎么就不正经了？你看你，啊，工作上、感情上，哪样不一塌糊涂？哼，你还有脸问我呢？ 看什么看？练不好就别吃饭。爹，我都做错什么了？从小到大，你从来没夸奖我一句话。那是因为你自己根本就不行。怎么，还不服气啊？ 哦，你还出国去学那些杂七杂八的烂玩意儿，有本事你出去了别回来呀！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出去吗？我的理解跟你的理解不一样，我就是想证明我比你强。哼，那我倒要看看你咋比我强。总有一天我会证明，我就是比你强。好，小子，嗯。
在这儿呀？校长倒是找你呢。怎么了？高健把自己关在屋里两天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哎，让他去。好像真的没人。不可能，他进去了也没有人看到他出来。是啊。不会真正出什么事了吧？让我去。高健，高健，开门。高健，高健，来，我来吧。高健。我跟你们大家一样，还需要不断的磨练。中国有一句古话，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Michael, I apologize to you. I'm sorry. 怎么样？今天把你们带到这儿来，还开心吗？开心，真开心，真的。你们谁知道什么是馋？不知道。馋就是好几天没吃饭，忽然闻见肉骨头的香味儿。对吗 ？Am I correct?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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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Listen to me. 其实你们是什么？你们就像是杯子。功夫呢，就像是水，但是在禅宗的道理上来讲，杯子和水，我们看似都是虚无，都是不存在的。中国武术的武字，包含了很多的道理。武不仅有止戈，也有正心。止戈代表了和。人与人，事与事，小家与大家，只有这一切和谐的并存，才能更好的发展，而正心是决定这一切的基础和态度。你们看前面的树叶，你们觉得它在动吗？那个，你觉得是什么在动？风。不对，我觉得是树叶动。哎，多没动。干嘛这么没动？应该有动。其实凯说的对，都没动，风也没动，树叶也没动，动的是你们的心。高健，要走了，有几句话还是想跟你说说。听说你要回来当教练，我真的很高兴。
其实我的出国手续那时候就办好了，但是我没走，我想看看你，看看你能不能把事情做好。其实你的优点挺多的，你勇敢，有激情，还有好多鬼点子，也许这也是我当时喜欢你的原因吧。可你就是太任性了，总不愿意认真地对待一件事情。要知道，很多事情一旦错过了，就永远不会再有了。你不顺利的时候，我比谁都着急，可我帮不了你。人生道路上有很多事情只有自己去面对，只有当你真正悟出其中的道理的时候，才能豁然开朗。看见你悟到了，我也就放心了。有空的时候多陪陪校长，他是爱你的。对了，其实我很想吃你做的回锅肉，可惜没口福了。我走了，你多保重。也在射出冷箭，脆弱的情感不再是冰冷的防线，温暖的瞬间胜过了万语千言。白姐，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一句话吗？除了追求我的公主梦，最重要的就是追求你。我为了我的中西合璧，为了我的公主梦，我甚至逃了婚去美国。可是回来后，还是一事无成。就像你说的一样，有很多事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让你留下来，但是我还想对你说。那三次，我爱你。原来是你小子。你想干啥？王正，你又出什么幺蛾子呢？哼，很简单，承蒙各位前辈的厚爱，今天我来国际少林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了。你看，这刚刚成立就来了这么多的学生啊！你看，哎，所以嘛，今天特意想过来和英雄无效的各位前辈切磋切磋。咋比？老爷子，这就更简单了。咱现在把你的留学生和我的留学生，包括所有的教练，咱都全部拉出来，咱就来个三打两胜制。要是我入的话，我马上把我的基地关闭；要是你入的话，你就必须把你的留学生全部让给我。老爷子，敢不敢把你的基地也让给我？哎，一半也中，一半也中。老爷子，咱都是江湖人士，我王正以诚信为本，所以今天就按江湖规矩办事啊。王正，没想到你还真搞成了。小伙子，我看你还是到我那基地当总教头，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啊啊啊！多谢你高抬我了。你不是要比吗？好，我答应你。啊，好，既然如此，咱就一言为定啊。大家说好不好？好。
学子，你过来。学子，内心最大的恐惧就是你自己。你内心的恐惧就像毒蛇一样，你越害怕它，它就越咬你。你要正视它，盯着它，往下看。学子，振作起来，盯着他，把眼睛睁开。恐惧是你现在最大的障碍。今天的这堂课就是告诉你如何克服恐惧。嘿。お母さん、寂しいんですよ。でも、最も心配してるのはお母さんの体です。お母さんの体がずっと元気にしてることを願ってます。あと、もう一つの秘密をお母さんに教えたいんです。私が変わった。自分が信じられないほどに変わりました。ここはすっごい不思議なところですよ。いつかお母さんに会うときにきっと違うユキコを見せます。本当に寂しいんですよ。あと、お母さんが作った寿司、そして九州島の桜もすっごい寂しく思ってます。哎，进来。爹，李叔，这是我亲手做的两碗面，你尝尝。哎呀，这孩儿猛地来这么一下，我还有点不适应了啊。那就吃吧。嗯。老婆子，我总算是想明白了，这人呐，不管是怎么不情愿，该放下的东西，还是总要放下。老婆子，知道不？我又终于吃上赞花给我做的面了。记住你的缺点，切记心浮气躁，啊！爹，
Michael, are you okay? 一场真英雄无下士。 He hit you really hard. Are you okay? Okay, Michael. 第二场由双方女留学生对阵。好，今天就看你来了。加油 ！You can do it. You do it. 向高先生，我们又见面了。高先生，上次你圣旨不武，希望这次你能拼尽全力。
张建生，英雄不朽，张建生。功夫真神奇，少林武当和太极，刀拳棍棒梅花桩，莫问停，张如松来走如风，南拳北推心神通，要问功夫谁最棒，六线绳。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俺们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Zhao Jian.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呀，你们这是弄啥嘞？怎么，想吃回锅肉了？我在等一个傻瓜的诺言。宣布，英雄不孝，国际留学生汇报表演，现在开始。